两天是希望在开班讲解的时候，大家听了以后讲好的地方要记在心中。那么这一次就是香港五点真事，大家都见过他的这个彩小，他注解的有道德经，是他亲自注解的，注解的有金刚经，是也是他自己注解的，现实有大小公用，是还没拿出来，还在香港呢，可能以后也要注解出来，注解出来的东西啊，要拿到我们台湾来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，这个机会很不应得啊。